这是什么手机这么高呀？你这个贱人，我操，我他妈这算了算了，哎，我这个眼放的有问题啊，哎，我这吐了。想看帽子戏法吗？你尬不尬你？你好像个二愣子你。干嘛不出来呀？不出来。摊牌了吗？你干嘛呀，哥？还进草，这人还会点活，还进草。坏人总是太多，时间却又太少。来，给我点下来，小伙子，那我放个夹，小心对面打野。我 A， 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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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我放夹。我 A Q， 我 A， 我 A， 哎呀，操！太烦了呀，这一波差一点双杀了，兄弟们，都没闪了这个人。第一件做个攻击速度，再来一瓶红牛压压惊。哇，有点可惜，讲道理有一点。没整好，整好的话感觉可以双杀的。反向滑步，我们去查案吧。 miss 了，进夫打女人有一手啊，小心一点。见一个灭一个。好，现在攻速还是非常快的。哎，我怎么听到声音了？主 Q 副 W 应该可以，先去做个眼。这个打野来的还挺快的。哎呀，你咋这么喜欢阴人呢？我都发现老贱人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个人老喜欢阴人呢啊！太过分了！我他妈必须要给你爆个头。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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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见识一下法律的可怕。可以来抓一下，感觉。这把被打野可能要干克了，这把得做个眼，真眼带一个，再带个鞋。我不指望，我不指望这打野来抓，不用抓。刮痧，刮啥痧呀？刮痧！我这什么装备心里没点数吗？这装备太垃圾了。我这里装备齐全，都是极品道具。主 Q， 我每次 E 的时候，我应该提前 E 就好了。我每次 E 想躲他的 E， 没躲掉。我的问题，控一下线吧，线控一下。他还会来，你信吗？你放心，他肯定还会过来。坏人总是太多，时间却又太少。
脚印还很新鲜。哎，又来。妈的，操了！这个打野真的是个跟人沾边的事，真是一点不干。你是真会来啊，来一万次了你。没错。再来个针眼。跟人沾边的事，他是真不干呐。我们家打野稍微给点力，好吧。打野上路来一次死一次，就看你来不来。不来了，我这个有什么好抓的呀？我这个是能好抓吗？我就差站塔下输出了，兄弟们。他在草里吗？你看，这个人最喜欢在草里阴人了。这个人，小心一点。这个人是个老阴逼。真抱歉，少年们，我把真皮手铐忘在。我虽然说被抓了，但是我享受点他的快感。打野可能还会来，相信我，肯定在，他肯定在，不用想。现在是大搜查时间。打野在上路，那我就压他了。啊，打野在中路，我就压他了。我 miss 在草里。蓝美了，日你哥！你妈！卖菜必涨价，超级加倍！打野，我他妈的，你他妈一次不来，我是真服了。你刷一辈子刷六级，我看你能刷到个啥？人家有大呀！我靠，你这个是啥呀？你这个？去查案吧。你刷到六送了一波，我没大，我有大，他给我射死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搞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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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给他东西。可惜了，上了五个头，五杠一。我猜啊。也得插了后路哦。你妈，这谁也挺难过，这怎么打？没错，来下路，下路又是大，别去上了，他妈的没来过上路呢，说什么鬼话？
他关键没有来过上路啊，兄弟。这打野他就住上路了，没办法，我这个英雄一定要压对面，我不压对面，我玩这个英雄的目的是啥呀？好吗？怎么说呢？那我还不如玩个发育的，跟他对着发育。这把只是对面打野挺会玩的，知道帮这个对面上路。你要知道第一波我是把他单吃了，兄弟们，懂吗？什么原因打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不是因为打不过他，被干克了。而且他们干克不是普通的干克，他们是老是交闪现过来干克，你知道吧？插个眼，那我为什么选女警？这跟我选什么英雄有什么关系吗？时间却有太少。你看是这两个人，你说有意思吗？你看到没有？你这个人，他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来上路，神经病一样。犯病了。你看这个输出，是真敌。他这一把就是回家以后就往上路跑，然后下半野区他也不要了。1700块啊，差点钱，差一点。伤害有点低，不过没事。我还回头，我以为我能活活把他 A 死，结果没有想到我第一个平 A 没有把他杀了。我伤害太低了，那谁能想到我这个平 A 能伤害这么低呢？刮痧，跟着队友打团嘛，队友是优势，这把、啊、对面不一定会赢的，好吧？虽然说对面帮他抓了很多次，但是我们虽然说1-7。但是我不可能打成1-7的操作，好吗？插个眼，他去下路了。小心，这一波就团了。当然，你不能指望我、干大事啊！为什么打他这不掉血、啊？你往哪吐呢？你近视眼，你应该是近视眼。你这个惩戒放得好，
你是啥不干，黑头是真行。我溜了，回家一下，回家买个蓝切。想看帽子戏法吗？再来个针眼。老兵有了，老兵有了，老兵有了，老兵这个艾克，我靠，真的是吐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，这些人。推塔推塔推塔，我操，推了推了，炸的人推塔速度太快了，炸弹133刀，啥玩意儿，太吐了，这是啥呀，这是我溜了，回家买一个，先把针眼插一个。我这里装的是极品，好啊。哦哦哦哦哦哦，我都起飞了，等一下，你别搞啊，再搞我真起飞了，距离不够。有谁不喜欢被枪击？这个人好像跟我是他杀父仇人，可能我是不是他杀父仇人呢？你来这么杀我，你们又赢不了，分数血。够了，吐了。为什么带不灭？上单不带不灭，带啥呀？带不灭恶心对面。嗯。
没事。别给插了后路、哦。我溜了。Miss？现在我有四个甲，探视也可以。剑可灭，剑是件法术的。抓我干什么呢？抓我，别抓我了。你看这队友都成什么样了，这队友。我去抓其他路，他非来抓我。飞。一波了。这把怎么说呢？这把下播了，每你看伤害嘛，全场第二高的伤害。